为了这苏建坤、苏鲁义就接落来呢，咱应该都知影五军五力啊。这是呢，心灵的感受好歹的分别，真多，拢真是因为有这个身躯，咱起了分别，就会啊，生了真多的无明。咱即嘛，翻乌归白，面向空中，这条的菩萨道，咱应该呢？坚定我们的信心，所以有了信心嘛，信为道源，功德庙嘛，重用一切诸贤君嘛，学问呢，未用离开这点信心。信，当然我们要正信啊，袂用有迷信，咱要安怎当人去迷？究竟都爱有力量，所以咱都爱有信力，我爱有信心，爱有信的力量。当然，敢那信，安尼有够无？无够，只要是正确的道路，咱立信。了后，咱都爱精进啊！精进是一个力量，心念坚定是一个力量。所以呢，爱搁再有定力。咱的心啊，咱那是怎样？这是对的代志。咱这个心念就唔通搁对着，迄个啊。无常，前面讲过去啊，咱咧定定观护咱的心，爱好好甲咱心念爱护好以后，也若无呢，观心无常啊，咱的心念呢，都是千移变化，念咪呢，起着信念，念咪呢。这个心就真容易啊，就摇动起。那正心就变迷信，所以咱笃定了这个正确的方向，咱嘛都爱立定了咱这点的心。所以这个定力啊，真重要。除了定力重要以外呢，那就是慧。咱也是正面，有正确的信心，有正确的精进，正确的念头，正确的定力，那安尼呢？咱的智慧自然都产生啦。所以这五种的法啦，就是会当生性道，这呢叫做根啊、根染吼，就所以讲吼。会当有信根，也嘛是啊，爱有信的力量。所以信根、信力啊，这是啊合在一起哦。那么，咱五根、五力，所以五根啊坚固啦，咱的五力呢，都会增长，这个力量都增长起来哦。所以呢。叫做五军五力。
来就是啊，精进力啊，精进力，那是会当增长嘛。那么这根的力量都发生出来，那就会当破掉这个新的海带。所以精进啊，哎呀，根力会当通使咱呢精进不海带吼。那念力啊，念力呢，就是咱的念根爱精进，念根精进呢，就会当它破诸邪念。也那是定力，定根那精进啊，就会当它破诸乱想，咱都袂恶白想吼。那慧力呢，慧根精进，就是会当破三界悲喜，所以请大家人五根五力哦，这根甲力是袂当分开啊。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，甲力拢爱平衡。人事物的起心动念，嘛都爱产生这份的正念。人跟人的中间，互相这种情，咱嘛都爱用咱的坚定的力量，爱保持着。友情唔通去互买去，这爱靠咱的定力啊。那会当安尼呢，人事物啊，了后，咱就会当吼产生了清净的智慧。咱伫这三界之内啊，众生啊，迄、那个无明也未尽断呐。这就是智慧呢，也阁无真正的清净明确。咱照这个人生，接触到真多人事物啊，会当产生了咱的清净智慧。所以，定那一句话讲：照镜修心，对哇，真多的境界啊。会当予咱反观自性啊，拢会当予咱呢产生了咱的智慧。是啊，咱代志拢看清楚啊，无明烦恼起的，那一念呢，就是最清净的智慧咯。所以清净的智慧会产生真多的力量。前面所伫咧讲诶，亲像咱真侪诶，即个组织人遍布伫全球，因面对着真侪诶境界，因呢，共款是伫境中修行，要安怎修菩萨行啊？众生平等，有一天，伫即个吉隆坡啊。一组织啦，开着三点外钟啊，真正哩歹行一道路，去到迄个啊，真正哩乡下八灯宴一个小村落的所在，伫
迄个所在呢，伊发现着哇，这个传落每一个家庭呢，真正是啊，用目睭看的境界，都知影是偌尼只贫困呐。去甲伊探讨，遮个家庭是安怎生活？要做工无工做，要做园无地耕啊！尤其是遐尼只偏僻的地方，问因囡仔安怎过啊？有啦，有读书，去学校甲伊看。看到这个囡仔天真活泼啦，每一个都足可爱，但是每一个呢，都是营养不良。问校长讲，你需要阮什么来帮助你无？伊就列一张单、清单，因要需要的物件，上重要的是囡仔。的早餐，囡仔来读书透早，爱行山路啊，来到学校，透早出门呢，无食早餐。每一个囡仔爱用出遐尼正多的体力，行路来到学校，安尼扛着巴肚，每一个囡仔都是体力。真差，咱接到这个清单呢，照单采购，安尼呢，把这个物件送到迄个真正的偏僻山的乡村呢，物件呢真丰富，会当让这个囡仔半个月的早点。除了呢，这个半个月份的早点以外，也阁有其他营养品，阁有其他的用品啊。所以这个校长呢，看到感动啊，就想要哭出来，向遐个囡仔呢，安尼讲，看这群，甲咱拢无关无系。来自吉隆坡，这个团体叫做组织。欢迎送来了这么正多的物件，恁大家人啊，爱会晓学感恩。后摆读书那毕业吧，爱一点点会记得，对人爱付出。这就是上好的感恩。那咱把这个故事大概会当了解，这是伫一群呢，甲这个小乡村贫穷的地方拢无关系的人。因为什么？安尼啊，遐尼只有心，浩浩荡荡的。把所需要规定的清单采购好，用着迄个爱肢体语言，安尼呢，把这些物件送到位，甚至呢，也阁要甲因讲，将来因也阁会继续关怀。你看，这群嘛是伫咧学菩萨道的人。因唔是干那乌尔，因伫咧身体力行，最起先啊，因嘛是同款，爱将这个信心培养出来，信心既然开发起来，因真精进，坚定了这份的念，所以呢，因愿意。对这众生啊，真正的平等，发挥了因那份怜悯的爱心，所以因愿意付出，真的都是
信君信灵，清净君清净灵，量君量灵，定君定灵，慧君慧灵，这种的五君五灵啊，将内心呢有了信，那将因的身体都去力行，这嘛都爱有咱这个身躯对外面的境界，才有法度通将内心呢坚固咱的道心，才会当将咱的身体呢去实行这个道业。所以这五根五力啊，是真重要吼、哦。就是要立圣道啊，袂用的欠少的。那再来就是爱七觉知咯，七觉知。那这个一个名称叫做呀，七菩提分。拢是书记，有自私，只有家己，这就是拢众生迷的起点，无明啊，不断不断覆盖来，路啊，愈行愈矮啊！有一个故事啊，唔知大家人也过会知影无？两只狗。行伫一条个独木桥个面顶，敢若一支笛啊，安尼开咧伫即个溪仔面，狗啊，伫要过去，那拢总行来到中央，夹着物件，但是呢，即个独木桥个所在，敢若两只脚会当安尼过。哪有可能让两只狗啊在那个地方闪过呢？不可能啊！但是呢，这两只狗来到这个地方，嘴有夹着东西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全都卡掉了。也是需要你让我过，也是需要你让我过。在此之间呢，在那个地方对视。徛久啦，你也唔提，我嘛唔提啦，挡袂掉啦。这狗呢，也夹着的物件，开嘴呢都飞出来啦，飞出来，这个物件都落落去啦。开始呢，你要争，我嘛要过，那伫这中间，两只狗呢拢爱跋落去。我想，咱人生甲安尼嘛是差无偌济啦。咱那是啊，伫迄个下下啊的路人呐，咱拢嘛是爱小心小心一下。你嘛才会当安全过，我嘛才会当平安过啊。但是呢，咱反复都是啊，伫这种。唔轻量，哎呀，真正呢，真狭窄道路，这都是啊，俗气。咱何不呢？在这个人世间呐、啊，的所在，咱甲开拓了大路，大家人拢会当行，
个人拢会通这条的大路，所以这条大路是伫咱的心里，咱甲咱的心嘛，道路该拓开。有我，嘛有真侪人啊，伫这种人群的世界。人人和合，人人和气，人人和爱，安尼，这个力量啊，都会当通创造无限、真水的世界。所以，甲就是甲友情，就是甲我人生的人。在觉悟人生的人，自然啦、啊，都会当头下书，下去了书记的心，就会当呢走入空中的道路。所以这个七觉知呀，嘛应该呢是叫做七菩提分，也就是菩提道，请大家人除了上面呢。五根五力，在咱的日常生活中啊，咱紧对顶敬，那咱爱敬觉咱家己的内心，创造咱的根力，爱给建立起来。所以信、精进、念、定、慧，这呢无离开咱五根五力，所以修纳落来呢。这就是法，就是信，咱的意信呢要坚定吼，所以希望大家人要好好把筋力平衡，要多用心啊。